第一段正身是下面进行动作分解。第一式，预备式，两脚正立，双手自然下垂，目光平视，腹部微收，自然呼吸。第二式，定气合神式，两手向外平转内收，仰掌上端至胸前吸气，食指抱圆于胸前，呼吸三次。第三式，环拱立正式，左脚左开半步，
两手分开，仰掌直臂，一字平肩，吸气，两臂由前内收，左手仰掌，右手阴掌，手心相叠放于黄庭之上，呼气。第四式献除起功式，两手逆转，叠掌变合掌，双手合掌向下，向前方尽力画圆，身体直起时吸气，目视双手，头随手抬，合掌下拉至胸前，呼气，成韦陀献除式。第五式青龙献爪式，掌稍外旋向下，两掌分开，掌心向内，指尖相对，向内收，收至胸前时两掌外翻，便仰掌缓缓向外推出，目视双手，呼气，注意要掌力挽直，平与肩齐，此式定式，呼吸三次。第六式白鹤亮翅式，两掌外翻，仰掌平端，缓缓收至胸前，吸气，目视双手，两手外翻变立掌，掌心朝外，双手尽力向外推出，呼气，注意要掌力腕直，平与肩齐，此式定式，呼吸三次。第七式双手托天式，两手向前下方翻转，仰掌平端收回，收至小腹前时便掌指相对，两手收至两腋前，吸气，翻掌，掌心朝上，两掌向上推，呼气，推的时候要用力，双手呈托天式，呼吸三次。第八式龙探右爪式，两手平转，收回胸前，目随手走，头随目抬，呼气，两手平转，体向左转，仰掌在前，阴掌在后，右掌下翻，掌心朝下。第九式龙探左爪式，右臂垂拱，收至两腋前，转身立正，呼气，两拳变掌，两手交叉，同时体右转，左手在上，
右手在下，左手前伸，右手置于左腋下，目随左手移动，呼气，定势后呼吸三次。第十式，一团和气式，两手回收，握拳拉开，回身，两拳变阴掌，直臂伸出，呼气，两手翻转，五指张开，两臂内收至胸前，两手食指抱圆，如抱。